今天杀冯清波，哎呀，金海，都死光了，你就放心了？还差一个许天儿。以前改朝换代也这样吗？这次不一样，彻底新世界，所以我也要彻底。 可以饶了徐天吗？他在机场救了我一命，不然我也回不来了。不要管别人，自己最重要。沈先生，人都拢到院里了。这是我女儿。 交接之后，带他去见冯清波。怎么交接啊？你叫什么？周勇。北平即将接受和平改编，金海破坏和谈，就地免职入狱。京师监狱，另外任命狱长。 监狱里都是你的人，换的又是你兄弟，我没往心里去。挺大一声，身上给多少？王处长，老爷案的过河拆桥案中，帮了办事，手别软。 老大，啊，门口说二哥要进来，还老大呢，进来的才是老大。您别这么说，让进来吧，进来吧。画带来了，交接完。 到办公室给你。行。想到院子里去吗？我就在这儿吧，大家都自在些。啊，大门打开。 Thank you.
民国司法行政部北平监狱司第765号令，鉴于战时监狱划归军管，同时下达华北剿总政法联络处第165号令，京师监狱原狱长金海极其不合时局，任狱长期间行帮结派，无视上峰经策，多次私自处置所关押之政治犯人，及时予以撤换。这到徐天了吗？新任狱长铁林，没找着啊。上任。京师监狱所部，我当狱长了。金海在狱里边，徐天肯定会找的。交接完毕，处决金海。先请铁狱长发表履新讲话。铁狱长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大伙儿也都熟。我大哥，金海他做了不对的事儿，所以让我过来当这个狱长。以前监狱里边什么样，以后监狱里边就还什么样。希望大伙儿能够精诚团结，为了党国，为了北平，也为了自个儿。我说完了。鼓掌。各区监长交接完毕，向狱长述职报到。等一会儿大伙儿都到办公室，这就先散了吧。华子，狱长说散了。辛苦了，沈老客气。把金海带到楼上铁狱长的办公室，把后面的事情办了。好，沈天儿。咋没说要杀金海啊？我的将来就是你的将来，杀一个少一张嘴。儿死了，徐天肯定得翻啊！他亲手杀了田丹，他还能翻到哪儿去？办完了这里，再办他。爸，爸，我爸呢？我也正找呢。昨晚没回来。回了，又出去了。没跟您说去哪儿。没说。二老爷，您到底糊不糊涂？节骨眼上糊涂。出去办点事儿，您一会儿见着我爸跟他说一声。说啥？让他在家待着别动，事儿都妥了，晚上我再回来。妥了，办妥了。嗯，天儿，我还没吃饭呢。早上有，您自个儿热着吃啊。嫂子，
哎，帅，您看见我爸了吗？没有啊，我是刚来。你们俩这两天别出活了，跟着我，回头找我爸从账上支钱。哎，那咱去哪儿啊，少爷？白花胡同八号。得嘞，您坐好，起车了啊，走，跟上了啊。 什么呢？凉过头。怎么吃凉的呀？银诺没了。没了。慧儿啊，你别走了，就住这儿吧。铁人可能不是个好东西。不是爸，我得回去。再来再说。 小四，你想看到冯清波死吗？铁狱长，让你的人带小四去看冯清波，看完就地处决。在狱里杀呀？破坏和谈，关在哪里就在哪里处决。 尸体怎么处理是你的事。冯新波关哪儿了？你们是聋子还是哑巴呀？啊？嘿嘿，你丫是谁呀？ 金浩，没想到会这样。贫罪哈。我说没想到我会这样。到你这儿来看一个快死的冯清波。46根金条不欠你的了。嗯，不欠。沈先生。 这以前是我办公室，我能坐会儿吗？坐吧。哎，大不了，再不行，小姐，赶紧的呀，干什么呢？哎，哇，你跟谁说话呢？铁狱长，动手吧。 动什么手啊！这是办公室，外头走廊里边全是我大哥的人。哎，住手！干什么？不要人！不要人！你信不信我抽你？抽你！
把我都放下，站开，我不让靠，站开。华大勇，沈先生还有政法处的高官全都在屋里，能不能动点事儿？王九辈在哪儿呢？牢房在井里边，带他过去看一眼。您这得空眯了一下，梦都没做，跟着等着。得嘞。谁呀？哎，找谁呀？哎，找谁呀？沈昌。沈老爷子不在。起开。沈老爷子不在，起开！先生，先生，沈老爷子真不在，先生，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太太，太太！哎呀，快叫人！叫谁呀？沈仁昌呢？不在。别动，别动！进屋。待着别动，别招毁院子啊！只说要换了金海，没说要杀金海啊。我和新旧两位狱长聊几句，劳烦两位在外面等一下。孙先生，你说田丹都已经死了，冯清波马上也要处决了，就真的没必要再连累别人了，是吧？就金海和徐天，没别人了。干什么呀！我这刚上任，就让我在这儿把钱狱长给处决了，我跟外边怎么交代我？我刚才把两位处长留下来，就是为了让他们作证。金海畏罪反抗，企图夺械，危害长官，就地枪决，说得过去。我眼睛，大哥，不是说好杀田丹，保大家以后过日子吗？拉出去！
沈先生，您敢这么着行吗？我这俩兄弟，我来负责。金海关在监狱里边，我慢慢跟他谈。徐天已经把田丹杀了，我们三家子全都是连着的，我保证他们不会害人，行吗？你已经害了他们了。我救他们的，我。你救不了他们，他们帮着共产党。朴总已经决定接受改编。我做的事是为了灭口自保，你做的事也是灭口自保。不要自己骗自己。沈家，听我说，共产党来了，你这个狱长还想不想当？我想啊。金海没死，你当得了吗？我能啊，我当他当都一样，我们是自己人。铁林啊，难怪你过去那么窝囊。你下不了手，我来。等等，不是沈先生，您听我说，我们哥仨全都活着，就都没事，都好商量。但凡有一个死了，那就麻烦了。徐天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，那田丹就白杀了，徐天就得跟我翻。一个一个来，徐天我有办法。你来还是我来？我来。沈先生，这屋里就咱仨，我跟金海我十几年了，跟您认识没几天，您就敢把枪交到我手里，对我真够放心的。我是信不过你啊，不过我知道你对出人头地比谁都上心。画在这里，我不相信来世，咱们两清。铁林，他们还是兄弟吗？不是兄弟是什么呀？是兄弟，别开枪。你怨我吗？侬啥人啦？我姓老孙呀。你谁啊？老孙辣盖勿啦？快叫伊听电话！我昨日屋里向十人一个人又来了，把我关辣房间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我铁林。喂，二哥。天儿，
搁哪儿呢？都让狱长了。刚才那人谁啊？沈石昌媳妇儿，我在他家呢。徐天儿在您家里头呢。喂，徐天儿，你媳妇在我边上，我手里捏俩雷，叫铁林说话，一会儿到你。出去，跟你们家老大说话呢。炸了算谁的？滚，关门。大哥在狱里吗？在呢，就在我边上呢。听听他声。行。天儿不能来。大哥。天儿，刚才跟大哥还念叨你来呢。念叨我什么呀？我要不跑，不也被你弄到狱里去？我没坏心。知道，二哥。哎，我错了。您说的对，我一当警察的查小莫尔德了，打头不改往田丹的事里掺和。你有媳妇，我有爸，大哥有英子，还有刀姨，一大家子都被我拖累了。田丹杀了，共产党进城我也落不着好。二哥，我听着呢。大哥，那狱长不当也就不当了，您不会不当兄弟吧？天儿，一天是兄弟，一辈子都是兄弟。从前说您的那些话也不对，平时跟您没大没小的，您别往心里去。回头专门赔不是，以后我改。二哥，叫沈日昌听电话。让我太太听电话。老东西，知道你去狱里要干嘛？想弄死我大哥是吧？听着，威风都差不多得了。昨晚上是我没辙，我家里人你捏着，你让我干什么我也干了。大家都北平长的，我有家里人你也有，你要活我们也要活。赶尽杀绝得先捏住我才行，我人在外头飘着呢。哥就得自在点，耍流氓你不行，我就治流氓了，听得懂吗？是不是想留在北平不走了？你家在哪我知道，鱼死网破过得踏实吗？喂，不通了。喂，我在听。你媳妇现在手里捏着一雷，女人手劲儿不大，可能握不住，赶紧回来。叫我太太听电话。石昌啊，快点回来啊。有吃的吗？有。叫他们送点热乎的进来。叫啊。把枪给我。立即处决冯清波。冯迅，这就办，亲自来。
你可以吗？不瞒您说，早想弄死这孙子了。让两位处长请进来。你有一个坏兄弟，一个好兄弟，好汉轮不着你了。铁狱长已经交接完了，你们两位签字，把金海送下去收押。沈先生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铁狱长，您也得签个字。我签什么字啊？金海是郑马良的错，从外面抓回来的。送审收押狱长得签字。安排好这里，到家里来。柳小姐还在狱里边呢，一起带回来。柳小姐见了冯先生吗？没有。怎么这么长功夫啊？华哥跟您的人杠上了，柳小姐在审讯室待着呢。你们俩过去看看去。在哪儿啊？说话你们没听见是吧？开门！信不信从明儿起，我让你们在丫头一个都滚蛋！换狱长了，不威风了！啊！赶紧的，把这门给我打开！二哥，大哥在咱们监狱关着。训你一下，就在狱里边待些日子。幸亏天儿刚才打电话过来了，要不然我就差点翻了。翻什么？天儿把沈世昌救了。我觉得天儿把我给救了。就老想着我憋着坏呢啊！这有人，去找个清静点的耗子。郭老大，你说呢？那得找个单号，狱里都是老大关的人，那就单号呗。哎。
沈先生，方便的话再多给一箱。知道里面有多少金条吗？金条有多少不知道，你的事儿都知道。事儿一办完，就这些了。难怪金海说你过河拆桥啊。算是梦。